good.沙拉波娃一发进局六，4-6和2-6，那输给了沙拉波娃。哦，漂亮！就是在中场的这个正反。哦。哦，可惜，两人在底线呢，这个这种大力的抽击，伴随着这个高分贝的喊叫。那现在我们看郑杰也已经开始喊出声音了。哦，漂亮，好球。这一分，漂亮！哇，漂亮！哦，球有一点，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嗯，哦，过于的发力。借力啊，可以说很在意落点的这个控制。制胜分没有郑杰多，非受迫性失误反倒比郑杰还多。漂亮！整个的动作我们看，依靠上肢的前倾，这个幅度很大。这样的话呢，避免。哦，一个严峻的考验。漂亮漂亮，天哪！
反弹的一这是一个脚边的反拍截击。我们再看啊，其实沙拉布娃他并没有来到最佳的位置上啊，其实在向前的这个移动当中呢，可以说他的这个笑呢，看好球。郑杰英，郑杰挑战鹰眼，好球。这个小球出手，这个漂亮漂亮。的正手，那以前可能会打得非常自信，嗯，啊，因为这个正拍也好，反拍也好啊，都是打的这种很强势啊，能够打出很多制胜分，而且阿维德森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，那最后一路过关斩将，打进了最后的决赛。反倒是让莎拉波娃呢先把角度打开了。幅度，你就说实话就很难，就是你找到这个动作的这种规律或者是韵律。嗯，沙拉波娃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这个发球局，6-2，这样的话呢，双方呢在前两盘是战成了1-1平。好球。哦，漂亮。
嚯！哇，漂亮！哦，漂亮！快啊！哇，漂亮！你接发的。哦，嗯哼。是了，嗯，哦，漂亮漂亮，沙拉波娃的这个正牌也是很有威力的，尤其是跑出去这个，嗯。好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嗯，对，漂亮！哦，这打好了，真是漂亮。哦，这一分可以说在今年年初两个人在香港打过一场表演赛。嗯，嗯，漂亮，也就上网的一本正拍是压到底线上拿下这场比赛。嗯，在此也恭喜郑杰。对，最终呢，郑杰是以2-1的比分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沙拉波娃，挺进了印第安维尔斯站的第四轮。那么下一轮他将迎战刚刚复出的澳大利亚的老将莫里克。来到16强，这也